3月18日中午，邓紫棋在微博晒出了自己去看周杰伦《地表最强二》巡回演唱会时与周杰伦的合影，并配文道：“满满的回忆，首首都那么经典。”两人不约而同穿上了相似的牛仔服，也被邓紫棋自己吐槽：“牛仔很忙。”17日晚，周杰伦《地表最强二》2018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继续开唱。18日中午，作为周杰伦的歌迷，邓紫棋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去看演唱会时与周杰伦的合照，并配文大赞演唱会，满满的回忆，首首都那么经典，而且舞台效果好厉害，点歌环节也充满惊喜，连歌迷都多才多艺，能跑上台说弹琴就弹琴，果然是地表最强的演唱会。因为二人不约而同的都穿了牛仔服，邓紫棋自己也开玩笑道：“牛仔很忙，可能因为被两个人同时穿上。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